这个汁儿啊，也可以说叫万能汁儿。用这个汁儿去拌藕，第二天您尝吧，那家伙。啊，我来呀、啊，这个。我一会儿吧，我以为您来，我还说您举着这个嘛了这儿。今天咱来一个这个青岛小海鲜，嘿，真不错啊，带点这个麻辣口的，拌一个好吧？夏天也到了，太棒了，大热天的，咱先把汁儿给做出来，好吧？这个汁儿大家学会了以后，这个真是一个万能的，可以做捞汁，可以做稠一点，可以拌东西。咱现在第一步啊，咱这个酱油呢一定要用鲜味的啊，鲜味酱油160克。花椒油60，花椒油60，好，麻辣鲜露啊150克，一定是麻辣鲜露啊，别买那个辣鲜露。好，蚝油120克，哎够了，嘿，多多多多够了啊，哎好，没了，味精60克，好。好，白糖150克，好，咱们把这个和匀。你看啊，这个汁儿现在稠的，这个稠的呢，咱就做凉拌小海鲜用。比如说，对，咱们用的海鲜焯完以后，把肉拿出来，把这肉拌在一块儿，哎，因为它这个，你看。是吧？看着跟蚝油那个，对，哎，完了，如果咱们要做成捞汁儿，这个随时可以改成捞汁儿，加矿泉水就行了。就现在这个程度，把这个藕拿水焯，稍微焯熟一下，用这个汁儿去拌藕，腌一天，第二天您尝吧，那家伙，这个汁儿啊。也可以说叫万能汁儿，无论是蔬菜，什么菜都可以，海鲜，甚至于拌肉都可以。对，麻辣咸鲜甜，对，麻口再鲜，麻口再鲜。这个汁儿啊，我们老饭骨马上这个产品上市，不嫌费事儿就直接把老饭骨一买，合适。咱们现在做水，咱这水里呢，咱适当的搁点姜片，切一点葱，对，滴的几滴的。香油，其实它有提鲜，还有增香腥味儿，对，抑制腥味儿的。咱们这些所有的这个海鲜的料不能一块搁进去，因为它的成熟度不要，哎，对，大小成熟度没错，它是不一样的。这个鲍鱼，等开锅以后，咱要变得最小火，让它处于焖的状态，不是煮的状态。4分钟，到4分钟了，到了，行，那咱把这个。把这捞出来，这个为什么都分着弄？这是4分钟，这叫毛憨，这个不能超过2分钟。就应该1.5分到2分之间。来一点老饭骨黄酒，鲍鱼不用，因为这个东西它比较腥嘛。其实这个真正在南方吃，1分钟，够1分钟。毛憨还有吃敢吃生的？对。花螺啊，也焯个1.5分，因为它是封闭的嘛。行了吧，花螺这肉啊不好取，逛得慌。对，就教大家一小窍门，花螺没了。来，这个呢跟大家说一下啊，拿这扣上，这个花螺一定，哎，你看，就是咱们要教大家一些技巧性的东西。行了。来，咱们焯背。对。哎呦，咱干嘛呀？今儿会餐呀、啊？你这买这么多，那些你把那肉都拿出来。这个肉啊，这肉这个对，都拿出来，都拿出来，待会儿咱拌拌着吃，好吧？处理好了就行了啊。1分钟了。等让它开了锅吧。对，一开锅咱就行了。对。好。冰螺跟那个哎，嘎就可以搁一起了。小海鲜，咱分批招呼。这种带壳的就1.5分。对，熟了。这就最好的结果就是刚刚熟，活得一烫就开。一烫就开。为什么不开口啊？你看，煮了半天了。我开了。我开了，你来就开了，认识你啊。
还剩一虾，那个血已经，水已经脏了。对，把那个贝壳里的脏东西都煮出来了。对对对。所以咱再焯虾，放个水。大餐。剥开以后，一会儿拿凉水冲一下，因为这是凉吃的嘛。得跟胡哥学走国宴，国宴带壳不行吧？国宴让老外跟那剥壳的肯定是不行。咱们拿盆投一下吧，先。行了啊，拌了啊，现在这个汁是稠的啊。来来，倒四分之一，来把底下和和。对，好，行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把小米辣给我拿上来。这滋味够，那哎 ，OK， 行吧，行吧。嗯，够了吧？够意思，纯肉为边儿啊，鲍鱼为边儿，啥家庭啊？消汁了啊！哎，这鲍鱼口感太好，你尝尝这口感，凉拌的海鲜那个汁儿。啊，这可以拌蔬菜等等都可以拌，在这里边加点青芥，加一点雪碧，就是捞汁儿。棒，这个麻味还、哎、还挺舒服的，这不了哈。钓鱼台学的好哥。别麻烦大家麻烦我。应该是比较简单，都是焯水，没有复杂烹饪，关键就是控制时间。对，你像这鲍鱼，温度。对。哎，就是叫微沸四分钟。对。对，非常非常细嫩，老饭骨很快就有麻辣海鲜汁的这个成品汁了。对对对，所以买点海鲜回家一焯，撕开一袋一半齐活，缺青岛扎皮，啊，桶装菜很好，缺点酒，哈啤酒，对对对，哈啤酒，喝点小酒回来讲的话，确实是下酒好菜。咱们自己搁在家里做的时候，就是一定要掌握火候。很多人搁在家里面煮鲍鱼的时候啊，他们一看开的锅。就往底下下煮个几分钟，一下出来就老了。大家觉得好像老觉得是开锅才能熟，其实60度以上都是成。对对对对。所以你温度你是用的85度还是83度？这个叫82.6。我们好好做菜，你们好好吃饭。关注老饭骨，吃饭不含糊。